我有很多小秘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娃娃，欢迎收看《我有很多小秘密》第三期视频。今天呢，跟你们分享的小秘密是一级头里的神秘建筑。哦，一级头呢，我们会经常见到，但是你仔细看会发现，通过头盔的反光，我们可以在一级头里看到一栋白色的建筑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有同学要问了，大姚，你是不是傻呀？那是你身后的房子呀。错，我跳下来之后呢，来到厕所捡了瓶可乐，你们看，这建筑依然在，只是换到右边了。那我们去太阳下奔跑看看，你们看，无论我跑快跑慢，这个白色建筑依旧在。而且仔细看，这栋白色的楼房是游戏里并没有的，它是现实中的房子，看来这是游戏设计者故意设计的啦。而且无论走到哪里，这一级头里都会有一道光啊，光房子，看来这是暗示我们广大玩家，这栋建筑就是光子的工作室了。哎，终于理解了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小可爱们别忘了点点关注哟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